次怎么样，他临终呢地狱上线，心生恐惧啊，很恐惧啊，真正的幸福啊，信心力很强啊，是千因缘具足了，而且差不多要死了，念念念阿弥陀佛，时间短呢他能够保持啊，念念至诚恳切的念阿弥陀佛啊，等无间缘有了，所缘缘求生净土啊，这个愿望很强烈啊，信愿很具足啊，最重要是真善缘啊，真缘是什么，他临终神识清醒啊，你能够保证你神识清醒吗，这是真善缘啊，他临终遇到善知识教化呀，你能够保证你临终是有人围绕着你不给你助念呢，不一定的啦，看你的缘分呢，所以的话呢有很多的帮助的条件呢、啊、辅助的条件呢、啊、这个样子怎么样，我们可以理解了哦，如果呢我们啊得闻一佛名，乃至于呢一辟支佛名，辟支佛圆觉啊，哎，没有佛出世呢称之为独觉、哎、这个样子不问有罪无罪啊，悉得解脱，这个我们呢就比较好理解了，所以临终一念呢最重要，临终一念呢如果你想眷属啊，恩爱难舍啊，入轨道啊，想冤家呀，没有报复啊，起称心呢、啊、入地狱啊，临终闻佛名，念之在之啊，可以得解脱啊，啊，可以得成就啊。所以我们助念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临命中人呢，你呢，他啊，一定要注意给他助念的，要如法助念呢、啊，要站在他的上方去念，不要站在下方去念，站在胸口啊、头顶啊上面去念，你不要站在他脚跟前面去念呢、啊，他心思集中在脚跟。跑到恶道去嘞，有些人怎么样，那人迷信啊，不知道啊，说人死了脚跟前要摆一碗饭啊，怕他没饭吃啊，这饭有热气啊，是不是啊，他这个那神识，他如果是往那个方向跑的话就麻烦了，嗯，所以的话呢啊，再一个的话呢，临命中人呢念佛啊，大家轮班的，要有人念，不要用机器去念啊，放个念佛机放在那里念，我们去睡觉去，那机器是冷的没有感情的呢，嗯，它没有心念力的呢，鬼神是不怕的呢，有人在念，恶鬼神不怎么敢靠近的呢，啊，然后的话呢，这个临命中人呢，他平时最舍不得的人呢，你不要让他出现呢，你勾起他的这个恩爱难舍的心呢，就到鬼道去呢，啊，这个或者他有不孝子，他平时不喜欢他，你就不要让他出现呢，他一起称心啊，也麻烦了，地狱里面去了，这些都是我们助念要懂得的啊，嗯，所以呢啊，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多造重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围造福利，一切圣事七分之中而来获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以是之故，现在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己获。所以呢我们要如法精进的学修啊，为什么只是七分，只是得了七分之一的功德啊？啊，因为为什么他会得到七分之一的功德？因为他走了的缘故，其他人呢才会来诵经。那么呢，其他人诵经啊，他了解佛法呀，也是他成就的，所以他得到七分之一的功德啊。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要闻见自修，纷纷己获啊！我们生前自己要精进修学，不要懈怠啊，因为知道小马无常，所以呢，人生很难得，我们要做最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修行正法，修行正法得解脱，其他事情不重要啊啊！因为念死无常，所以现在就要修啊，马上就要修啊，来。无常大鬼不期而到，明明游神未知罪福，七七日内如痴如聋。
或在诸司辩论业果，诸司啊，阎罗王他那个办事的机构啊。但是我们要破除一个邪见，你不要认为鬼神能够祸福人呢、啊，不是这个样子的了，啊，鬼神不能够降灾害于你，也不能够赐福于你。降灾害是什么？降灾害，你的恶业呀、啊；什么赐福给你？你的福德啊，你的善业呀、啊。鬼神他只是一个什么执行机构啊，执行机构啊。他如果徇私枉法，你求他，他就给你降福，哎，那不可能的了。同样要受惩罚的呢。好个，打好一个比，打一个比方，你要是啊，你要是做很多善事啊，整个社会表彰你啊，政府表彰你啊，你造恶事要执法机构要处罚你啊，你没有犯罪，他不能够无缘无故把你抓去啊。哎，所以不要认为说鬼神呐、啊、能够祸福人呐、啊，哦，说哎清明节啊我去上坟呐、啊，无缘无故撞到鬼了，会无缘无故吗？不会的啦，你跟他有一些恶缘呢，你自己有一些恶业，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嗯，所以呢，在诸司啊辩论业果。审定之后，聚业受身，未测之间，千万愁苦。没有定的时候，中阴身阶段啊，这个完人呢，千万愁苦啊。何况堕于诸恶趣等，是命中人未得受身，在7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与造福利救拔。最好是怎么样，在49天之内给他造福利救拔，而且呢是自己要如法的祈请，如法的信仰三宝，自己要真有孝行。我们现在有些地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做的不如法喽，法师们也不是很恭敬，不是很至诚，信众呢也是，反正说只要我出了钱了就行了，也就不用办，反正来了照样的跑到外面去喝酒吃肉呢，没有一点的孝顺心，只是说应付一下就算了，这个样子功德利益小啊。双方都要自诚呢，要有菩提心，要有孝顺心呢，要真信佛啊，这个样子呢造福利就把可以真正的超度出来了，可以真正的啊超出恶道来，否则的话啊，那就只是做表演了，只是演戏了，那就很糟糕了，因果大家的业都很重了。福建漳州啊，明朝时候出了一个国师啊，龙库国师啊，有同学可能听说过嘞，嗯，这国师啊专门修苦行，在自己的师父面前呢闻了正法呀，啊有正见以后啊，自己呢专门修苦行，在山里面打坐啊，没有什么供养啊，衣服裤子都烂了，烂到这裤子一片片不条条啊，这腿啊露出来了。然后呢他一边打坐一边就安慰自己呢，一边摸摸腿呢，说哎呀腿呀、啊、腿呀、啊、你就不要难过了啊，我将来呢成就了，我让你穿龙裤呢，穿皇帝的裤子呢，这样子呢，他后来成就了他度众生啊，但是他不是出来怎么说法度众生，而是怎么样秘密度众生呢，他在那个高山上面啊，没有什么人烟地方，但是呢又是很多远行人必经之路上面啊，去烧茶水供养啊，免费的供应给这些路过的行人呢，随缘随机给他们说几句佛法呀，像一个苦老人的像呢，像一个苦啊修苦恨的人的像呢。那么呢那个时候呢，这个万历皇帝啊，他母亲死了，太后死了，托梦啊就给这个皇帝说，儿子啊我们福建省呢有高僧呢，你要请他们到大内来供养啊，啊来供养的话呢，请他们做超荐服事啊，可以真正帮助我。那个皇帝下诏啊，福建巡抚在福建省全范围之内选100个高僧呢，进京超度呢，
选来选去选了99个呢，哎，不够也算了，99个就上路呢。走到半路上面就经过轮廓国师啊供应茶水这个地方啊，国师看哦，99个法师哎，还带了侍者去超度呢，就像去哪里啊，说进京啊，去超度啊，超度太后啊。那国师说哦，这样子啊，我跟你们去好不好，我帮你们挑挑行李啊。这些人也无所谓了，让他走嘞。这皇帝呢，听说他们都要来了呢，就开始就想个计谋，看出家人哪个有修行啊。他这进皇宫这个门槛底下买一本金刚经，预先埋着呢，没有让其他人知道呢。前面的99个法师走前面啊，全部从门槛上面跨过去了，都不知道呢。这龙婆国师来挑担子挑到最后呢，那皇帝开始就想哪一个呢真正的知道呢，那么我就拜他做师父呢。他看到99个人都走了都不知道啊，他就很失望啊，想这个母后这个啊这个太后啊这个梦可能是不对吧，这样子。看到最后一个出家人啊挑一个担子啊，衣服破破烂烂的呢，他也没在意，哪里知道这个出家人呢怎么样，他到了这个门槛上面他不跨步呢，把担子放下来，这个头顶在门槛上面，放一个筋斗放进来了，顶戴法宝嘛，是吧。这皇帝知道这个人还是真有成就了，就马上拜他做国师啊，晚上就请他们超度啊，超度呢就放11大师宴口啊，前面坐10个法师，后面高高台上坐一个啊演这个卢舍洛夫啊，坐在那里不动啊，也不用唱也不用念，因为这个龙库国师本来就没学过经常，本来就不会唱也不会念啊，他就坐在那里打坐，坐在后面打坐呢。但是坐其他法师唱得热热闹闹，他就在台上睡觉啊，睡觉还是小事呢，打鼾呢鼾声很大呢。这皇帝很不高兴啊，想想这个糟糕。但是也不好说，为什么今天早上才拜他做师父呢，晚上又说他不好意思呢，怎么样，哪里知道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所以晚上的饭碗宴口也没法做了，脸色就不太好了。那但是呢怎么样，他这个啊晚上睡觉那个太后托梦给他呀，啊幸亏你呢拜国师啊，国师真正把我超度出来了，超度到倒立天来了。那你看他睡觉本来就超度了。所以说出家人啊就真正修持哦，真正的以菩提心以恭敬心如法如律的呢严肃认真的呢做佛事啊，心与法相应啊，这个是一种修行啊，把这个作为一种修行，不要把这个作为一种应酬，你真做应酬啊应附身啊应金忏这个就很糟糕啊，把这个作为一种修持啊，功德是很大的了啊。这个皇帝啊第二天早上醒来很高兴啊，哎向国师忏悔啊，弟子昨天领啊误会了领会错了，哎请国师看跟我一起游玩呢，国师跟他一起游御花园呢，啊皇帝给他这里介绍那里介绍，他说心不在焉，眼睛啊就盯着皇上这个裤子看，很奇怪呀、啊、这皇帝说师父你是不是很喜欢我这个裤子，我多送几条给你啊。他就什么财宝也不要啊，国师啊皇帝身上什么东西都不要啊，就拿了皇帝那几条裤子就回到福建呢、啊、那福建建了一个寺院啊，那福建漳州啊，那寺院我知道的了啊，你们也没去过福建我不知道啊，现在那寺院很破很破烂一个小庙呢，当时是很盛大的一个丛林呢、啊、龙库国师啊，所以说怎么样一定呢要知道造福利救拔呀，在49日内，而且呢如法如律，过世日后谁业受报，若是罪人动尽千百岁中无解脱日啊。我们如果超过49天呢谁业受报去了，他已经投生呢，你要超度就难呢，除非你怎么样，除非你好像婆罗门女一样有那个功夫啊，一日一夜念佛就是一心不乱啊，你就可以把它超度出来，那是真超度啊，把恶的东西拔出来呀、啊、
否则的话让他脱离那个道就难，中阴身阶段容易度啊，超过49天就难度啊，啊，当然了也是有用，不是没用啊，可以让他怎么样消一些罪业，减少一些罪业，减少一些苦报啊，增长一些啊福德。若是五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重苦啊。复次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唯修迎灾资助业道，未灾时尽即迎灾之次，米干菜叶不弃于地，乃至诸食未现佛身，勿得先死。如有为死，即不精勤，是命中人了不得力。如精勤护净，奉献佛身，是命中人七分或一。是故长者严抚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自心勤恳，如是之人存亡获利。能够这个样子呢啊，就是说我们哎为他设斋的时候呢，一定呢要恭敬心，要呢啊迎斋呀，要珍惜物品，三宝门中啊一草一木啊都要非常的谨慎，而且的话呢，未现佛身勿得先死，没有啊上供三宝呢，你不要先尝，不要先吃啊，否则的话呢了不得力啊，要精勤护净，这样子的话呢可以获得七分之一的功德啊。所以呢我们阎浮提的众生呢啊，阎浮提苦啊啊，违缘多，障碍多啊，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持戒呀、修行啊，一定要能力、信心和念力都要特别强啊，否则的话容易退转了啊，要比其他的佛刹土的众生呢这个能啊信心啊念力啊都要强过百千倍呀、才可以经受其考验。所以呢维摩经呢相继佛品啊，相继佛果品上面就说呢，此土菩萨于诸众生大悲坚固，诚如所言，然其一世饶益众生多于彼国百千劫恒。也就是说因为修行很难，所以真正修行的话呢功德也就很大，所以才会佛在经典上面说怎么样，在娑婆世界如法修行一天，等于在极乐世界呢修行100年，这个很殊胜啊，所以大家精进修行啊，极乐世界都是圣缘啊，诸善善人聚会一处啊，修行的话呢是一世成就无量寿嘛，但是寿命很，但是时间很长很长啊，所以我们发愿怎么样，要愿生极乐，同时还要怎么样，愿将来呢回入娑婆广度众生呢，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到阿弥陀佛来报个道，住个册，回头要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这个样子呢可以成就啊，啊要有信心啊，要精进啊，要有啊正念呢 啊我们说五根五力啊，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呢、五根五力啊，如何开智慧呢，信静念定慧啊，这是开智慧的方法呀，深信真信，然后精进，然后保持正念，这个样子呢可以渐次的定，有定力啊，有定跟定力，然后呢产生智慧啊，这个样子开智慧啊，那五根中间我们要具足信静念呢，晚上几个世纪有把握了，要具足这个，具足这个前面的三个啊，啊信静念起码要信静念呢，你才能念佛成片呢，念佛成片呢你才能够升到凡圣同居净土啊，达到四依心不乱呢，是升到方便有余净土啊，达到理依心不乱呢，是升到十报庄严净土啊，十报无障碍净土啊，再往上常寂观净土啊，但是极乐世界很甚深微妙，是怎么样，
一生一切生呢，一生到呢可以圆聚四土啊。所以呢我们啊要精勤护净，奉献福生啊，自心勤恳地来设斋供养啊，这个样子呢可以存亡获利啊。因为亡者呢过世了，所以存者呢现在的人呢才去念佛诵经做佛事，这个样子呢是因为亡者才促成的呢，所以这个亡者呢得到七分之一的功德，这存者去做啊去修啊，他得到七分之六的功德。说是与时刀立天宫，有千万亿诺由他，阎佛鬼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大辩长者坐立而退啊，大辩长者坐立而退。好了，这个呢就是啊，我们说利益存亡品啊啊，今后世啊都得到地藏菩萨的利益帮助啊。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嗯，这底下呢就是讲啊，列举了三十四类的鬼王。尔时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一个问题哦，阎罗王是鬼道里面的国王啊、帝王啊、总统啊，啊，这鬼王鬼道里面做帝王、做总统啊，他为什么称为阎罗天子啊？知道吗？因为阎罗王一方面是在恶鬼道里面啊，一方面是在鬼道里面做总统啊，一方面也是在虚焰摩天呢，啊。虚焰摩天就是夜摩天了，我们说啊，四天王天、刀立天、虚焰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呢，他在这个欲界的第三层天也是做天主啊，这个两个啊都是地藏菩萨化身、啊、这个里面列举的三十四类鬼王啊都是菩萨化现呢、啊、要知道啊啊。所以呢那、啊、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啊在刀立天宫开这个地藏法会呀，那么呢阎罗王啊这个总统啊就率领他那些鬼王那些干部啊都到刀立天宫来参加法会呢，也来开会了啊，这个样子呢。所以要知道、哦、这个为什么阎罗天子啊，因为他同时也是天主啊，虚焰摩天的天主啊，都是地藏菩萨的化现呢、啊、而且呢说这些都是菩萨的示现呢。普门品上说啊，菩萨观察众生呢，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嗯，阎罗王啊鬼王啊那是菩萨在恶道里面啊示现威猛相，来度那些刚强难调难伏的众生啊啊。聚义刀立来到佛所啊，底下来列举了三十四类的鬼王、哎、所谓恶毒鬼王，恶啊毒啊十恶三毒啊，众生造十恶三毒啊啊，所以呢就多恶道啊。所以这个恶毒鬼王呢啊，外现威猛相，内怀慈悲心呢，来折服他们啊，多恶鬼王，大正鬼王。大正呢、啊、为什么是大正呢？月藏经啊，月藏经上面佛说呢，佛法分为五期，第一期呢是第一个五百年，佛陀入涅槃以后第一个五百年称为呢解脱坚固，很多很多佛弟子得成就啊。第二个呢，第二个五百年称为禅定坚固，一口修禅定呢可以成就啊。第三个五百年呢，就是一千五百年了呢啊，佛灭度一千五百年呢，那是多闻坚固。第四个五百年是塔寺坚固，这寺院啊塔呀造得很庄严。
第五个五百年是斗争坚固啊。我们看《金刚经》上说，若当来世后五百岁有人信这个《金刚经》呢，这个人是过去无量劫供过佛啊，啊，供过无量的佛啊。后五百岁啊，就是指怎么样？52500年呢？我们现在是佛入涅槃，2548年呢？这样子呢，斗争坚固啊，啊，大正鬼王、白虎鬼王、雪虎鬼王、赤虎鬼王，就是虎头啊，虎头人身的这个视线的这样子的鬼王，虎很凶、很凶猛的了，很凶恶的了，啊，众生造恶业了，嗯。善殃啊，善殃鬼王，善殃鬼王是什么？瘟神呢，瘟疫神呢，人间众生恶业造得很重啊，就会有什么非典啊，什么瘟疫啊，就出现呢。怎么来的呢？是善殃鬼王在作怪呀，啊，飞升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啊，千眼鬼王。千眼鬼王呢，身上面有1000个眼睛啊，也是属于瘟疫啊，散布瘟疫啊这一类的鬼王啊。蛋兽鬼王、腹食鬼王、主号鬼王、主祸鬼王、主食鬼王、主食鬼王啊，灶神呢、啊、灶君呢、啊、以前烧柴火啊有灶君呢、啊、现在呀、啊、烧液化气啊、微波炉啊，有没有灶神呢？同样有的了啊，照样是有的了。主财鬼王、财神呢、啊？啊，你以为财神是什么？财神鬼王呢？嗯，啊，财神就是鬼王啊！你以为财神是什么？啊，主财鬼王啊！啊，你一般供奉的财神是鬼王，当然财神呢，他累很多，也有菩萨化现的。这个主财鬼王同样是菩萨化现的呀、啊，不过他化现呢？他化现做鬼王，他就要像一个鬼王啊。嗯，那菩萨啊、化现啊、化现做一只小鸟，这小鸟说人话，那你觉得很奇怪呢？啊，小鸟就要做鸟叫呢，菩萨化现小鸟也是做鸟叫的呢。嗯，所以这个主财鬼王，所以这里面列的34类鬼王啊，都是菩萨化现的。嗯，这个我们这个财神里面有一些，你看好像说。毗沙门天王啊，财宝天王啊，多宝如来化现的了，佛化现的了，也有一些是上师化现的了。莲花生大师有化现做财神呢，嗯，他有不共的财神修法了，嗯，那个五部财神呢，黄财神、白财神、黑财神、红财神，那什么财神都有呢。中国人供的那个财神呢，很多都是那个什么陶朱公啊、范蠡啊，嗯嗯，现在很奇怪哦，把这个关公哎做财神摆在那里拜呢，嗯，关公护持伽蓝，这个是有根据的了，他受了幽冥戒了啊，他在这个玉泉寺啊，湖北这个当阳玉泉寺啊，受了三皈五戒的了，那做伽蓝呢，那是有根据的了，嗯。所以呢，就是说主财鬼王啊，主寿鬼王、主情鬼王啊，啊主秀啊，主那个啊主寿鬼王啊，主畜鬼王，畜啊、家畜啊、兽啊、野兽啊啊，这个样子呢很清楚。主魅鬼王、魑魅魍魉啊，是鬼神呢、啊。鬼的类呢，种类呢，主产鬼王，主产鬼王，这个妇女临产呢，主产鬼王，啊，他的眷属呢，管这个事呢，啊，如果如法呢，你顺产呢，他可以护，啊，帮助顺产呢，主命鬼王，主命鬼王跟我们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了，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死亡的时候，都跟他。有关联的了，主吉鬼王、主险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啊，奇力狮王，奇力狮是力啊，大力气啊，
大力气的鬼王，大力鬼呀、啊，啊，奇力叉王，奇力叉呢是火神呢，大奇力叉王，阿洛扎王，大阿洛扎王，如是等鬼王，个个与百千诸小鬼王尽居阎浮提，各有所职，各有所主。鬼王啊，一方面是菩萨化现的，另一方面的话呢，也是表法的。我们体内呢，它每一尊鬼王啊，它代表体内的一条气脉呀、啊，你如法的修啊，近居阎浮提，各有所职，各有所主，啊，都有管一些事情，你这个，你比方主产鬼王啊，管这小子临产呢、啊，啊。那是主啊，主食鬼王啊，饮食啊，啊，四柱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俱以刀立，占一面立。而是阎罗天子胡贵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与诸鬼王、成佛威神。”即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一此刀立大会，亦是我等获善利故。我今有小疑事，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阎罗天子呢，来向佛请法了。佛告阎罗天子：自汝所问，吾为汝说。次是阎罗天子瞻礼世尊及回视地藏菩萨，而白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罪苦众生，不辞疲倦。四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燃诸众生获脱罪报，未久之间又堕恶道。世尊，是地藏菩萨既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云何众生而不依止善道，永取解脱？唯愿世尊为我解说。地藏菩萨在六道中间都有种种的善巧方便来教化这些教化这些众生，把他们由恶道中间渡出来。为什么这些众生呢怎么样脱祸罪报，未久之间又度恶道啊？为什么他好了疮疤忘了痛呢？刚刚有恶道，地藏菩萨把他救到人间来，他又造业又度恶道啊，旋出旋入啊，为什么不肯接受地藏菩萨教化呀？阎罗天子的请问呢，要知道呢，这些鬼王啊都是菩萨示现的啊，因以鬼王身得度者，即现鬼王身而为说法呀。菩萨有六度万恒，万恒呢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五类呀、啊。第一类是圣恒，圣恒呢是菩萨呢自修因呐、自行因呐、修持戒定慧呀、第二呢是梵恒，梵恒清净恒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在因中度化众生。第三呢是天恒，初地菩萨以上啊，有理起恒。因为误入离体啊，这样子的话呢，来，度化众生。第四呢，是因而恒，因恒呢、第五呢是病恒呢、第四、第五呢都是由果上呢起应之恒。因而恒呢是顺恒，就是说随众生心应所资量，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那菩萨有些人间呢，他是示现的呢，是人间啊的这个长者啊、国王啊这个样子的呢，种种的身相啊。普门品上所说的呢，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这个样子的呢，是因而恒平等啊。表示心行平等你拿一个钻石，拿一个玻璃珠子摆在一起，你给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孩子，他没有分别心了，他心平等啊，他只是觉得两样东西是很好玩的了，他没有分别哦，哪样贵重，哪样是很低廉的，没有那个分别心的了，心平等的了。菩萨呢
观十法界呀、啊，都是平等的。随类现身呢？啊，随众生心因啊因所之量，而呢示现因痕呢，病痕，病痕是逆痕呢，啊，视线有障碍，视线有贪嗔痴。那像华严，华严上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那个圣热婆罗门参圣热婆罗门呢，那是圣热婆罗门代表愚痴啊。哎，菩萨菩萨视线一个愚痴之相啊，那参。唱那个甘露火王啊，甘露火王呢他是实现忏悔相啊，啊菩萨实现忏悔之相啊，还唱一个女子呢，那是啊实现这个啊贪欲相啊，这个样子的病痕实现。鬼王呢他实现一个鬼王相，其实是怎么样，是折服众生的，嗯，如来果地上呢成就佛果以后呢是有如来痕的啊。那么呢阎罗天子呢啊我们刚才讲过了啊，也是地藏菩萨化现的，哎，这样子呢他向佛请法，佛告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伏，刚强啊，难调难伏啊，性啊，这个性是指习性啊，不是本性啊，习气很顽固，嗯，很难改，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屠刀是什么？你的习气啊，啊你的习性啊，啊其性刚强，这个性不是本性呢，不是真如自性呢，是习性呢，烦恼习气啊，烦恼习气很刚强啊，这是屠刀啊，你把它真正放下，习气断了，执着断掉了，分别的习气断了，妄想的习气断了，当然是立地成佛啊，啊但是呢难言菩提的众生呢都是习气很刚强的。四大菩萨于百千劫头头就拔，头头就拔呀，我们起一个恶念呢，马上就有人来劝导我们呢，用正法来教育我们呢，那个就是地藏菩萨威神加持他呀，就是地藏菩萨化身呢，就是地藏菩萨头头就拔我们呢，我们一起恶念呢，我们心中间马上就可以起觉照啊，这个也是地藏菩萨威神加持啊，也是头头就拔呀，如是众生早令解脱啊，啊，解除烦恼习气，解除妄想分别执着，脱呢是脱离轮回呀，脱离六道轮回呀，啊，是罪报人乃至堕大恶去，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而浅悟数世之事，自是阎浮众生皆恶习众，旋出旋入，劳师菩萨久经结束而作度脱。这个就是很惭愧喽啊！劳师菩萨久经结束而作度脱，地藏菩萨，嗯，久经结束来度我们呢？我们总是旋出又旋入啊。嗯，为什么？积恶习众啊。生生世世累积的恶习气啊，障碍了我们的心性呢、啊，啊，我执啊，人我执、法我执啊，我爱执啊，这个样子的。以前呢，都是总是这个样，自私自利呀、啊，念念为自己啊，要把这个转过来，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打破自私自利的恶习气。以前呢，是心心念念为自己。现在呢是心心念念为众生，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是故于此中缘起大悲心。这样子啊，把心转过来啊，嗯，恒顺众生呢，以前是以我自己为中心呢，现在呢是以众生为中心呢，恒顺众生呢，把这个转过来，就是从根本上面怎么样，拔出根本业缘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拔出根本业缘啊！你学佛学佛啊，求我这样顺利那样好，还是以我为中心呢、啊？增长我执啊，
没有拔出根本业缘啊，所以才会玄出又玄入啊。玄出，地藏菩萨为神加持我们由恶道里面出来，玄就是很快的呢，玄入呢，很快的你又入恶道了。为什么啊？那个恶鬼道啊，鬼道啊，他那一天呢等于我们人间一个月，所以你看他的供鬼神的初一十五去供呢，初一呢你供，刚刚是他吃早饭的时候，你十五去供啊，鬼的刚刚吃中午饭啊，下个月初一去供，刚刚吃晚饭啊，这半个月供一次。这个样子的话呢啊，玄出玄入啊，这个样子呢，刚刚渡出来人间呢，寿命很短促啊，很快呢又到恶道里面去了。那中国法源最殊胜的六祖慧能大师，他讲法呢，当年闻法的呢超过几万人呢，经常亲近他的呢也有2000多人呢，他真正得度真正成就的大善知识只有43人呢，其他很多人都是玄出玄入啊，玄出玄入啊。所以呢要知道拔出根本业缘是干什么啊，断我执啊，断人我执，法我执啊，把这个转过来呢，真正的呢修菩提心呢，这样子呢修行呢会成就。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误入险道，迷失本家，迷失本有的心性啊，迷失自信呢，被觉何成呢？误入险道啊，其险道中多诸夜叉及虎狼狮子猿蛇伏蝎，这是表法的啊，虎狼狮子猿蛇伏蝎都讲五力死五顿死啊，虎狼狮子啊很凶恶啊，猿蛇伏蝎啊，虎狼狮子呢是五力死啊，猿蛇伏蝎呢是五顿死啊。如是迷人在险道中须臾之间即遭诸毒，在险道中须臾之间即遭诸毒啊，很快呢就给贪嗔痴烦恼呢染污了。有一知识多解大术，有一知识多解大术，他呢知道怎么度众生，知识是地藏菩萨呀，有种种的善巧方便呢告诉我们如何保持正知正念呢，而且是怎么样善知方便度众生，巧把尘劳为佛事。众生出生的时候，地藏菩萨告诉我们要怎么做最好，怎么做能够呢消业障，我们讲了是不是，小孩子刚生啊，讨债的还债的报恩的抱怨的，你能够修地藏法门呢都能够呢消除这些障缘，如果是来讨债的呢能够消除宿业，能够呢安乐益扬，如果是来报恩的呢更加呢增长福德。乃及夜叉诸恶毒等呼魂迷人欲进险道，而与之言多在男子，为何事故而入此路，有何异术能治诸毒？是迷路人忽闻是语方知险道，即便退步。忽闻是语方知险道啊，这个就是怎么样，比如我们现在听闻这个地藏本愿经啊，忽然就觉悟了，知道这个五欲六尘呢都是不良的诱惑啊，都是险道啊，险道啊，你以为险道在哪里啊，这个人世间呢、啊、你不能保持正直正念，你就是险道啊，五欲六尘都是你造恶业的诱惑的因啊，世上无余人欲险呢、就是险道啊，知道执着分别妄想，这个也是险道啊，起心动念与贪嗔痴三毒相应，
不管你修什么法呀，决定堕三恶道了。所以呢，啊，迷路人忽闻是语啊，方知险道。哎，我们听到在啊迷惑颠倒的这个险道之中啊，听闻到了地藏菩萨的这个法门，才知道哦，恍然大悟了，即便退步求出此路，知道呢要超出六道轮回。什么是世间？什么是出世间呢？邪见明世间，正见明出世啊。嗯，保持正知正见，你就超出这个世间了。不是也不用，你不要以为说我超出这个人间了，离开这个人间呢，你是出世间呢。正见明出世，邪见明世间呢，贪嗔痴三毒是魔王啊，慈悲是观音，平等明是智啊。啊，这个样子的呢，在心地上去修，嗯，就是呢，即便退步求出此路，是善之时，提携接手，引出险道，免住恶毒。地藏菩萨呢，善巧方便，帮助我们。怎么帮助啊？你看病苦的时候呢，菩萨帮助我们，我们依照地藏菩萨教化去修学呢，病苦而言消除啊，引出险道，免住恶毒。自于好道令得安乐，而与之言多在迷人，至今以后误履是道，此路入者猝然得出，复损性命，是迷路人一生感重，临别之时知死又言，若见亲之即诸路人，若男若女，言于此路多诸毒恶，暂时性命，无令示众自取其死。是故地藏菩萨巨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生人天中令受妙乐，是诸罪众知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立。如迷路人误入险道，遇善之时引接令处，永不复入。逢见他人复劝勿入，自言因是迷故，得解脱尽，更不复入。若在旅见游上迷雾，不觉旧尘所落险道，或致失命，如堕恶啊，如堕恶去，地藏菩萨方便利故，死令解脱，生人天中，旋又再入。若业皆重，永处地狱，无解脱时。我们得到菩萨教化呢，要从此以后呢，要不退转呢，不退失菩提心呢。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为什么是魔业啊？你表面看你在修善法呀，心中间还是有善恶的执着分别呀，不平等啊。你要只是福德啊，只是生人天呢，生人天你还是没有超出六道轮回呀，还是有我执啊，所以说名为魔业啊。啊，所以呢要真正的啊误入。我们得了这么宝贵的人生，不拿它来修善法，是因为蛊毒所中吗？所以呢要能够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二是恶毒鬼王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恶毒鬼王呢合掌恭敬请法啊，恶毒鬼王啊，众生有十恶三毒啊，所以呢这个恶毒鬼王呢现威猛相来教化他们。那观世音菩萨也在鬼道里面现身呢，现鬼王身呢。什么鬼王啊？我们发愿口啊，面燃大士啊，观世音菩萨化现呢。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遇到鬼的经历啊，你突然之间打一个冷战啊，打一个寒噤呢，这个就是怎么样，鬼的磁场啊，很多情况都是鬼的磁场在干扰你啊，干扰你的磁场啊，你的磁场弱啊。真修行人啊，磁场很强啊，四十里之内啊，恶神恶鬼都要远离啊。你修行人呢，你碰到鬼呢，那修行功夫很差呢，那鬼都笑话你呢。
那内说明内心中间还是有贪嗔痴慢疑呢啊。那么呢啊，这个啊恶毒鬼王呢啊对佛说啊，向佛请法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或利益人或损害人啊，其鬼王啊其数无量啊，那鬼王其数无量呢啊，就是众生呢烦恼无边呢，或利益人或损害人，要有修行啊，鬼神都尊敬你护持你，损害人呢你造恶业啊，个个不同，然是业报使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过人家庭或诚意聚落，或诚意聚落庄园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毛发善事，来自选一番一盖扫香扫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读尊敬烧香供养一句一偈，我等鬼王敬礼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为什么做小小的修啊，小小的修行啊，这些鬼王都会很尊敬呢？好像恭敬三世佛那样子的去恭敬呢，一定要如法的啊，一翻一盖扫香扫花，翻盖的意义讲呢，香呢五分法身香，花呢六度万恒的樱花，供花呀就知道要修菩萨的六度。转读尊经，转呢要转变念头啊，这样子的来读经呢那么呢这些啊恶毒鬼王和他的眷属啊都很尊敬这个修行人。赤诸小鬼各有大力及土地分，便令卫护，不令恶事恨事，恶病恨病，乃至不如意事进入此色等处，何况入门啊，那是恶事听都听不到啊。那么意思其实呢就是说怎么样，不会给这个世间染污，你要是听不到不现实了，我们的社会呀，你看这新闻报纸报道哎，很多都是这里什么什么事啊，这里绑架呀，那里什么什么，反正都是一些恶事新闻呢，很多的呢啊，是呢，能够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中间去修菩提心，转为缘为道用，不会给他染污啊。佛赞鬼王：善哉善哉，汝等给予阎罗能如是拥护善男女等，无意告梵王帝释，令卫护汝。那么呢佛陀呢称赞恶毒鬼王，并且说呢他能够帮助这些修善法的男子女人呢，那么梵王帝释啊，大梵天王和第四天呢也会保护他们。说是与时会中有一鬼王名曰主命，这主命鬼王啊跟我们关系都很深呢。主命鬼为什么出生的时候命中的时候都跟他有关呢？鬼王是菩萨化现呢，所以呢他当然希望我们怎么样，出生也顺产，业障消除，临终呢生善道。但是怎么样，一定要增强他的力量啊，我们自己要修善法呀是菩萨的化现呢，主命鬼王。白佛言：世尊，我本业缘主阎佛人命，生死死时我皆主之，在我本愿甚欲利益。所以我们这个教育哦，一定要知道了，处理好三个关系了，人同人的关系如何去处理，在这个中间呢行菩萨道，在这个中间呢修六度万恒，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养生之道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那处理得好呢护持我们呢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这些众生啊不理解我主命鬼王这个慈悲的心呢，自令生死俱不得安，何以故？是阎浮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或欲生下或欲生时，但作善事，增益舍宅，
出生呢、啊，差不多要生的时候啊，要做善事啊，自愿土地无量欢喜，这个土地神呢很高兴，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或以生下圣物杀害，取诸先位共祭产母，即广聚眷属。就是说这个都是凡夫众生啊，没有了解，没有了解正法呀、啊、都是这个样子做的呢。是那个小孩子很高兴呢，满月摆满月酒啊，做三招啊，嗯，这样子呢，杀生呢、啊，大摆酒宴呢、啊，对于母亲对于儿子都不好啊，啊，而且怎么样，取诸先位供给产母啊，刚刚生小孩很虚弱啊，要坐月子啊，要吃活鱼啊，要吃活鸡啊，这个很糟糕嘞。嗯，广聚眷属，饮酒食肉啊，歌乐弦管，能令子母不得安乐，增加这个母子的罪业啊。何以故？是惨难时，有无数恶鬼及魍魉精魅欲食心血，但胎卵鬼王啊，但精气鬼王啊，这些呢都守在旁边啊，是因为主命鬼王呢派一些善神保护，所以呢才会顺利生下来呀、啊、如果你生下来你广泛的杀生呢，杀很多生呢，是善神都远离了，恶鬼神就来了，所以你就子母不得安乐啊！啊，是我早令设宅土地灵奇呵护子母，主命鬼王派这些善神保护子母啊，使令安乐而得利益。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和设福达诸土地，方为杀害聚集眷属，以是之故，犯殃自受，子母俱损。又言菩提，临命中人不问善恶，我欲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嗯，这是前面是讲生呢，啊，这是主生呢，下面主死啊，那死亡的时候也跟主命鬼王相关呢，啊，主命鬼王本来的心意呢是希望他们怎么样不落恶道啊，何况自修善根真我利者，何况怎么样？何况你能够自己呢修行善法啊，修行善法呀，鬼王他就更加有力量啊，更加有能力啊，这个就是你修善法帮啊增长他帮忙的力量啊，啊，如果你作恶多端，那他也没办法啊。是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引接亡人，令落恶道。为什么？也就是说，哪怕你平时也都行善啊，你临命终的时候也有一些恶神恶鬼啊，他变作你的亡故的父亲母亲啊，或者你最平时最欢喜最亲近的人呢，他向你招手啊，引接亡人，令落恶道啊。为什么？因为那是冤家债主啊，你这个要临命终的人，这个重病的人看见了冤家债主啊，他现个冤家债主下，他肯定不会跟着走啊，所以这个冤家债主呢，他只有变成这个病人的亲人呢，这个形象啊，病人一看到就起贪着心，就起欢喜心，一看到就跟着他走了，跟着他走呢就堕入恶道了，就被他们折磨了啊。所以啊，临命终人啊，要劝他一心念佛，没有看到佛来接引之前呢，不管什么现象啊，都不要跟他去，不管什么现象，看到什么亲人啊，都不要跟他去啊，自己的本尊呢，人家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来了，跟阿弥陀佛去，你其他的你变一个什么，变一个其他的佛菩萨来呀，都还是要谨慎的。那为什么？因为
这个护法神，你看他平时是行善之人，为什么护法神他不会干预，让这些恶的鬼神呢，让这些冤家债主变作他的亲人或者变作其他的形象来诱惑这个亡人呢？为什么护法神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呢？因为怎么样？因为护法神知道啊，你欠他的债呀，因果啊，因果循环啊，所以护法神呢，他也不会不好过多的干涉呀。